嫁出去的女儿跟娘家没关系，那老太太在那坐着，我们家里儿子最为人心。老太太您到底做了什么，让她这么一个好脾气的人都顶撞了？我家娘子胆小，杀鸡都不敢，打雷都怕，这么一个人都被你们逼得要打打杀杀了。看来这年头，谁横谁说话。你写封赠一卷，够了。